先他们请出我们重量级的两位选手米饭。哎呀，孩子们都展示了他们最珍贵的物件。对，物件就是东西，珍贵就是宝贝。嗯，我那宝贝东西要拿出来，你们那东西就不是东西了。不是，你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这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啊，你妈。我才不是东西呢！不是，孩子们，孩子们，这回事儿，其实啊，我这辈子和你爸最宝贝的东西啊，是在这儿呢。看看啥呀？看看啊，手绢啊。不是不是，钱包啊。轻点，看看。有，我看，有，看。啥玩意儿啊？三个苞米粒子。孩子们呐。可别小瞧这三个苞米粒子，当年我怀小米粒的时候，你爸正带着剧团下去演出，我由于怀孕不能参演，把我这心急的呀，可是我也不敢说呀，你爸是个新出的人，我寻思演出这么忙，他肯定是把我给忘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你爸那么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，竟然用手绢包着三颗苞米粒给我邮来了。孩子们，看看手绢上写的啥。我看看。粒粒皆辛苦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啊，顺风啊。啊，这可是说明一切呀。哦，你这他是说啊，我为这个家做出的多大的牺牲。他是说啊，我为了勤俭持家付出了多少辛苦。他是说我一个人带你们三个孩子有多不容易。这是你爸给我的最高褒奖，他心里头有我，他懂我，有这五个字，粒粒皆辛苦，我这辈子值。